军队领袖，最终将尝到因其命令所造成士兵阵亡的业果。建立在如此多罪行上的权势，究竟有什么利益？何必积极追求权势、财富、升迁和社会地位等不长久、只会招致痛苦的事物？觉悟的状态是一个我们永远不会从其上落下的地位。接下来请收看经典佛曲。
些举止，我竟称赞大春天，唯愿慈悲垂降。Thank you.
哇哦，狗狗好可爱哦。但是没有主人的狗狗希望有人爱。你可以选择狗狗的品种，但是不用选择的是它们的忠心。它们缺的是一个机会。在外面流浪的狗狗们也渴望您的关怀，需要您的帮助。台湾救狗协会邀您一起护持、救护、养护流浪狗。划拨账号5001-6766，5001-6766，户名台湾救狗协会。Oh